好的。教练他不会我。瞧不起我。好吧。这里啊。那大帅。今天吃什么晚饭？生蚝。为什么是生蚝呀？没有挑战性。补一补。我需要补吗？哎，这个生物我特别喜欢，象拔蚌。蘸象是吧？来一个。好的。你肯定喜欢吃的呀。我没吃过。给你点个象拔蚌。生蚝没有了吗？也要问问。哎，这个什么？这不是海螺。哎，这个也好吃啊！你看，哎，在这里，看这个也好吃，看。这里，对，在这里。要吃什么？生蚝。生蚝几个？几个？那是几个？是十个。有什么做法呀？生蚝啊。嗯。生蚝，你要吃什么样口味的？一般都是蒜蓉蒸啊。蒜蓉蒸。嗯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方式，就是放那个鸡腰跟那个鹌鹑蛋蒸的。没吃过。能两种做法都拿，都吃五个吗？都五个一样。好，再拿个象拔蚌。象拔蚌怎么做的呀？象拔一般是做那个冰盘的，把刺身，好吧？好的。教练他不会我。瞧不起我，海肠呢？这个是海肠用那个韭菜炒。哎，好，再来韭菜炒海肠。我练好了吗？我练不会。再吃个鲍鱼。鲍鱼吗？啊。鲍鱼，你生蚝已经可以了。啊。几个人啊？我们就两个人。两个人吃了生蚝就不要再多鲍鱼了，吃不了了。好的。我教你们点。那就先虾吧，好吧？啊。虾不要吃，我不爱吃。虾不要吃啊。对。好，那就螃蟹呢？螃蟹也不爱吃，嗯，先这样吧。鱼也不吃。肉呢？肉也不吃。肉。吃点那个生蚝就可以，好，就这样，好吧？好。我们的美食这个系列估计快要结束了，因为已经没有可以挑战的东西。我有啊。有啥？就各种滋补的是吧？对，下个系列就是我们要疯狂的给大大补一补。其实这样不是很好啊，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不行啊。不是他行，他特别行，我们这很相信我。主要是、不是要准备生二胎嘛？过两年，就是这两年要让他好好补一补。咱们这生一胎的时候也是不小心啊，不至于吧？对呀、啊，一胎都是不小心的，万一第二次不小心又是儿子，所以我就第二次就是那个女儿，好吧？好。一个烤肉，我先吃一点，好吗？你就喜欢这种长的东西啊？对。还喜欢绿的啊？身上啊，不是，怎么说，生活上要过得去，想要生活过得去，哦，头上带点绿是吧？嗯，蛮好吃的。我也来尝一下。嗯，来，我给你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们今天吃完这个肉麻烦，明天开始减肥，好吧？做梦的，明天还要拍视频呢。不是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要那个减肥了，因为评论区都说我要就是什么横向方向。横向发展不挺好的，说明你有钱。你见过现在的有钱人吗？他们身材都是特别好。见过呀。多吃一点。菜来了，十个生蚝都是你的。哦，你不想尝两个吗？我尝一个啊。那我还有八个。那你这个男的会补，女的就也补啥？听说丰胸啊，让手感很好的东西让手感很好的东西变得更好。嗯，味道很好吃。哎，韭菜来了，韭菜炒海肠，你看以形补形，虽然细了一点啊，但这个韭菜我觉得应该很棒啊。
你都要吃点绿的啊、哦，尤其是韭菜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尤其是韭菜啊。韭菜、生蚝。还有一个什么帮？什么帮？帮帮？象拔蚌。象拔蚌。还没来，还没来。嗯，资深的。哎呀，这个象拔蚌来了。老公，我就想问你，你酸不酸？有点酸疼感觉。这个是蛋吗？哎呦，还蛮真的蛮形象的啊，前面切断了，后面整个的。我来吃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资深的脆不脆、啊？一样还是不一样？没有腥味。没有腥味。脆的。我估计也有很多人酸疼。有可能的。光盘啊，全部吃完了啊！你吃饱了吗，老公？我现在横着走了。你这个为什么没吃完？这个太形象了，你知道吧？像一个什么东西，真的咽不下去，就浪费这么一点点。这肯定不像我的，我跟你说，是不是什么灰了什么东西？我把刚才那上面那两片吃掉了。其实，怎么？我嗓子都哑了。我感觉我充满了力量。不是，这要是刚才这个棒棒太病了。象拔蚌。象拔蚌太病了，自身吗？嗯，要吃热的啊。要吃的。昨天吃的晚饭，绝对效果特别好，你们不行也可以试试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嗯，对了，我们昨天吃完晚饭去逛超市里面，然后那边可能有的粉丝看见我了，可能不好意思打招呼还是什么，下次你们不用不好意思啊。然后我就收到了一个评论，人家说我比视频里长得好看，皮肤好，长得也比较瘦啊。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可能我这个粉丝人比较好，特别能说话的。反正我特别开心。嗯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特别爱你们。嗯。